比较 groovy， 任何 style 我都比较喜欢这种比较 groovy 的东西。对，然后我本人我觉得我蛮随性的，所以大家应该都好亲近。如果你们不喜欢过度装饰的东西，也不喜欢太虚假的作品，那我觉得你们一定不能错过我们的大小孩。